范思哲、寇驰、亚瑟士集体道歉。辱华品牌，我们一件都不买。首先要提到意大利品牌范思哲，近期有网友爆料，范思哲发售的一款 T 恤涉嫌分裂中国，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在铁一般的国际共识前面，范思哲赚着中国人的钱，却做着危害中国的事，终于触犯众怒。如果说范思哲只是涉嫌辱华，那寇驰的行为算赤裸裸的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。还记得去年和中国公开叫板的 DAMG 品牌吗？这一波奢侈品品牌的道歉热门还没有结束，日本品牌亚瑟士也当了一回小丑。亚瑟士倒也爽快，辱华门曝出后没多久便自己停网整改，并主动承认香港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